大家好，我是 YoYo， 我是港专幼儿教育高级文凭的毕业生，我现在在德瑞国际幼稚园做班主任。港专的幼儿教育课程就有别于外面的幼儿教育高级文凭，它主要是教授这个融合教育的知识，令我们可以预早知道尊重多元需要的重要性，以及及早介入对小朋友的需要的。另外港专里面就有一个童话科，它里面就是模拟一个幼稚园的课室，令到我们可以角色扮演，可以尝试做老师的感觉。港专幼儿教育高级文凭就有两次实习的机会的，我有一次就来了德瑞国际幼稚园，我在实习的过程里面可以见到老师所写的教案，他们所整的教材，还有有不同的教学活动，令到我可以更容易去成为一位成功的幼稚园老师。港专有专业的老师，他们有丰富的经验，他们除了教授我们功课上面不明白的问题之外，也都会分享很多关于行内的幼儿教育知识给我们。好，完成这个港专幼儿教育高级文凭的课程之后，我就拿到四张证书，就有幼稚园老师、幼儿工作员、幼儿中心主管，还有一张特殊需要的证书的，令到我可以很快地晋升到个幼稚园老师的行列，也都是令到我可以成功地去读到兼读的学士学位课程。我每日的工作就去照顾一班的小朋友，整教材、写教案、去做 portfolio。 我每一日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跟小朋友出去 play area 玩，也都是小朋友最期待的 free play 时间。每日见到小朋友很开心，跟他的同伴追逐，跟我一起玩，我都是每日最满足的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 Krista 罗校长，我是德瑞国际幼儿园幼稚园部的校长。在我们班里面，我们是行一个双班主任制，就包括会有一位英文老师和一位中文老师，都会是小朋友的班主任来的。看到个课程里面，无论是个编排或者是给实习生一些学习，又或者是他们一些尝试去教学的机会，都是非常丰富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都会想跟港专去有这个合作。来到我们学校实习的学员，一般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很勤力的，还有都很肯学习。这个也都是即一开始所说，其实我们去找幼儿教师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他们有什么素质呢？如果他们是肯去学习，肯去接受新事物，这个都是我们很希望可以见到的一些特质。其中有一位就是 Miss Yoyo 曹老师，他今年已经是第二年在我们学校那里工作的。看到他有这个素质，也都觉得他很适合我们学校本身，就是我们学校的理念或者我们学校的方向，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感激他也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。我现在都努力去继续改进自己，成为一位更出色的幼稚园老师。